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44面第七行啊，经文第七行，这段的课题呢是实自在啊，咱将经文念一段，若要实时。七步八起，自然在前；百味饮食，自然应满。虽有出息，是无失食。但见些闻香啊，以义为食，食力增长，力无变化，身心流乱，无所迷着。属意化苦，时机复现。这段经文是讲这个饮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饮食。现在咱的社会拢高文化啊，饮食的文化。咱看西方叫做世界，因的这个饮食文化，开头的这句呢，非常的重要。若要实时，啊，这个关键的字啊，就在欲，也就是讲，你想要吃的时阵，啊，你无想要吃的时阵，就无这款代志啊。为什么会想呢？在咱推测的当中，一定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时间啊，也无长啊啊！咱这个娑婆世界这习气也无未记哩。去到迄个所在过一段时期，那个还未吃饭呢？这念头一个叮当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所以，这个西方叫做世界，真正是心想事成啊！一切拢是变化所作。这七步八起呢，佛家称为八起。现在一般的社会称禅句啊，咱来知影讲这内底变化。所以出世间话常常讲的这个。显卡变化啊，现在称为残酷。咱知影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并不是指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拢会往生。你若是安尼想，就错了。咱到下面就会念到三辈往生，往生正因内面会讲到这个事实真相。拄到这个法门，修下正宗的人，咱确实是念佛往生的啊。但是，不是修正宗法门的，修其他法门的，是不是往生呢？会啊！你看伫后面三辈往生，已经有四段经文，最后一段，慈州大师判为一心三辈。迄段内底讲的啊，唔是修正宗的，伫佛门内面修学其他法门，
将家己所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是拢种落个往生。这个法门才真正叫功大呀！那是修佛门内面其他法门，咱啊真正了解这个意思，触类贯通啊！修学世间任何宗教，将你所修的功德，就临终要希望想要求往生来讲，也拢总会当得生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多元文化啊，什么款的族群，什么款的宗教，拢总包含。往生真正的条件，注意一定要记：心净即佛土净。无论你修学到一个宗教，修到心地清净，啊，你的条件就具足了。啊，临命终时，拄到朋友甲你讲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迄、那个天堂袂歹啊，啊，天堂真多啊，啊，这天堂会使来去看卖，去看卖，啊，伊真正就去了。啊，咱来明白这道理啊。啊，这是那是大乘，大乘当中的大乘啊，这头前甲注意介绍过，一乘当中的一乘究竟圆满。那有修学其他宗教法门啊，未当往生，哪有这道理？啊，通常伫经常讲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迄是啊，指佛教的，讲无量法门。那就将变化界、虚空界所有一切的行门，拢包括在其中。无量法门啊，你想看包括其他宗教无？啊，这个道理也捌啦。啊，你才真正知影讲，如来所讲的真实义啊，绝对唔是局限、片面的啊，伊是圆满的。伊是公仆的，啊，咱知影这道理，七步八起，当然你就会啊融通咯。啊，咱知影，唔免讲他方世界咯，讲咱这个地球啊，啊，咱这个地球上居住的人，无讲其他的，讲人多啊。啊，现在这个世间将近70亿的人。无同的族群，无同的文化，无同的生活方式，因此咱这个饮食的文化千差万别啦。现在去这个大都市，差不多5星级、6星级的旅馆，内面附设的餐厅就真多，各式各样的餐厅，有西餐厅。有印度餐厅，我捌看过啊。有日本餐厅，有韩国餐厅，啊，真侪餐厅你去的时阵，伊物件拢无共款啊。啊，的确说只有一句啊，七步八起，拢总拢包括了。所以这内面这算是讲袂尽啊，自然在前啊。这个呢一定要通达，为什么呢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无同的族群，无同的宗教信仰，有无同的生活方式。但是只要你动这念头，想要吃，啊，你平常啊习惯用的这个餐具，就摆在你的面前咯。啊，咱这个中餐也是非常习惯。啊，去一间餐厅内底摆的这桌啊、签啊，咱就真无习惯了。啊，该在现在大的这个餐厅的内面，拢有中国的这个餐具，拢有滴，拢有中国这个汤匙啊。你若是讲要求伊来换，伊马上会甲你换。啊，咱伫即地就知影讲，各个无共生活习惯的人，伊一个动念头，
拢是家己喜爱，拢摆伫面前咯。摆伫面前，主要会记得这个经文上有两字“自然”啊。自然就无自作啊，无需要人工。念头这生啊，桌顶这个餐具啊，菜啊，就已经啊摆满了。八味饮食，自然盈满，这够有一个自然咯。啊，你想要吃的物件，全部拢摆伫你面前咯。八味呢，有啊，真侪种的讲法。啊，哪讲对思想来讲，这是。最富贵的人的饮食文化，在咱中国古早时阵，最富贵啊是帝王啊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啊。帝王啊，咧食饭，每顿饭偌济菜咧，都是一摆的菜啊。啊，所以对思想讲，咱会当甲称百味饮食啊，迄是啊帝王的福报啊，毋是普通人呢。伫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的福报啊，拢比帝王大真多啊。所以百味饮食伫即地是一个形容，毋是事实啦。因为你的福报比帝王大真多。也古典注解有真多，有啊真多种的讲法。伊啊百种来调味，也称为百味。啊，实际上，八是一个形容，是多，实际上超过啊，几百种的口味。现在啊，咱啊知影，那是真平常的代志啊。你那将全世界各个族群，因的迄个饮食拢总集中做一个垃圾八味啊。啊，咱开了个估计有几千种也唔止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百味是一个概数，唔是一个定数。自然盈满，虽有出息，是无虚假。啊，这念头才想到，哦，真久无食饭了，立刻就现前了。这一个现前，啊，想到了。啊！现在是伫叫世界，甚至讲是菩萨，毋是众生咯。啊，过去的娑婆世界是欲界众生啊，所以有财色名食睡这五种欲啊，五欲啊，伫娑婆世界时间太久了，大了无量劫，所以这个习气真重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无未记哩，有当时啊，这个烦恼起现行，一个起现行，这个现象就现前咯。念头在叮当啊，这个形象啊，就现前咯。这一个现前想到了，我已经啊，伫极乐世界，无伫娑婆世界，也无伫欲界咯。啊，这个念头一个叮当呢，就阴息就无咯，全部就无咯。所以实际上绝对啊，无伫食即个爱饮食咧，即就是决定啊，毋是欲界众生。所以啊，看到色啊，看到即个色相，闻到即个香味，叫做以意为食，伊就明了咯。
啊，这个看到这个片着，伊就知影，就醒悟过来咯。啊，对袂，而且就过倒转来咯。昔日种种，日暮变化，即句也是咱非常新鲜的。啊，咱的精神、体力可以毋是啦。啊，一工无食饭。你就袂当工作啊，你都无气力啊，咱一个身体就亲像一台机器共款，饮食啊是甲伊加燃料啊，身体亲像一台汽车，饮食就亲像加油，啊油加足咯，即、这个机器真灵活。油无咯，伊就袂当振动咯。也咱每一个人的身体也不无共款啦，咱的身体是业报身啦，即来知影。啊，业力无共款，有时有较消耗能量的，有较节省能源的。啊，消耗能量特别大，一天三顿，伊无袂用你啊！一天爱去食五顿嘞，还佫爱食几个点心。啊，咱讲伊饭量真大，一顿若无食来讲啊，伊就挡袂牢咯。亲像修行的人，真正就无共款咯。啊！伊消耗的能量少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伊的僧团，咱伫经常常看到1255个人，日中一食，啊，一天食一顿就有够咯。因消耗的能量真少，啊！伫咱新加坡咧。好铁技术，顶一摆有去澳洲，伫我遐住了3个月，伊啊一工食一顿，啊，而且食较真简单，啊，食真少，一工一顿就有够咯。即、这个说明。啊，每一个人业报是无共款，为什么有人会消耗遐尼多，有人消耗嘛真少？啊，咱对有这个消耗真少的嘛真新鲜，伊生疏啊。啊，即件代志。我嘛会记得讲，伫江西的内面，甲朱一东还有报告几落摆，但是每一堂课拢有真侪新来的同学啊，恁毋捌听讲过。早年我伫台中，甲李炳南老技师学经教，伫老师。每工日中一食，伊也食真少啊，因为我是常常甲伊斗阵咧食饭啊。啊，伊是山东人，真爱食面食，一顿两粒细粒的馒头就有够了，一碗阿梅啊，菜也真简单，就加两个菜。伊甲我讲，伊啊，一天食一顿，迄个时阵食30多年咯。我甲伊熟识时阵，30多年咧，伊迄时阵
将军七十岁，我甲伊熟识时阵，咱就是六十八岁。伊是三十几岁的时阵就开始立中医师，伊的工作量差不多是咱一般人的五倍啊！你若想讲要甲伊见一摆面，一个月进前就要甲伊约会好，啊，若无绝对伊拨袂出时间来甲你见面。一个月进前啊，定期啊，安排时间，一天食一顿啊。我去台中，甲伊老大人学教，伫即个进前。我一天啊吃两顿，暗时无吃。这是咱佛门啊，一般讲是我，我迄个时阵大概有五年，有五六年的款啦。所以我去台中看到伊的生活方式，我就改学啊。我早起啊，迄顿也顿心事啊，招真侪麻烦啊，这一天一顿真正舒服。我食到第八个月，我才甲伊讲，我讲老师，我现在也是立中医师啦。伊讲偌久咯？我讲八个月，伊目睭天啊大泪，但安怎呢？感觉身体安怎无？我讲真正常啊，伊倒啊一个拍。好啊，永远安尼吃落去，一生不求人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。生活简单，唔免求人。我伫台中一个一顿啊，我食五年啊，我甲李老师提出一个报告，请伊老大人甲我印证。我所想到的啊，都是啊，饮食的消耗，啊，都是能量消耗，用啊东西90%到95%，这大的消耗量消耗在这妄念顶面。你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啊，所以你啊就需要大量的补充。人若是讲啊妄念无咯，心地清净咯，这个啊消耗量自然就会减少。所以修行人以心清净，甲工作无关系啊。李老师工作量真大，但是伊心清净，伊的工作拢是为大众服务，无伊家己，绝对啊无自私自利的念头，无自私自利就无得失啦。世间人的烦恼大部分是患得患失啦，无想要得到啊，得到了后佫起来碰见，一天到暗提心吊胆。这个消耗量太大了，所以李老师伊无这个消耗量啊，我是从我这个看法啦，向伊老大人来请教，伊讲对，一点也无错，95%啊是消耗在这个梦想顶面，所以你真正日常生活当中办事，你所用的这个能量啊，这个、消耗也不过是5%啊。给给到10%，绝对袂超过这个数量。所以咱伫经典里看到阿罗汉半个月吃一顿，阿罗汉是一礼拜，一礼拜出来托跋一拜，吃一顿。辟支佛半个月出来托跋一拜，吃一顿。修行的位置啊，愈悬啦，心愈清净，到菩萨咯就唔免饮食咯，唔免讲到菩萨，咱就以世间法来讲，
你啊修行到禅定，你得到初禅，都爱饮食无唔免咯。所以饮食伫欲界，你啊得到初禅嘛，你就生色界天，色界天是无饮食的啦。色界天人住的这个厝内底也无灶卡，无炉灶啊。你讲生偌济代志啊？啊，对这个所在，咱就会想着讲，遐个修行正果的圣人啊，无需要饮食啦。讲阿罗汉，讲辟支佛，伊也得过半个月食一顿，一礼拜啊，食一顿啊，迄是啥物？迄叫做有无依涅槃。有无是伊的六心也伫的。啊！伊也阁无将这个身体下掉，叫做有无依涅槃。伊真正证到阿罗汉果，证到辟支佛果。如果是生完再来，呀，伊迄个阴气是实现的，就亲像释迦牟尼佛同款。释迦牟尼佛当时才会诸大菩萨、诸大声闻，每天拢去社会大城去托盘，迄是实现的。那是啊，表演予咱看呀，咱来知影讲，迄个也毋是真的啊。所以，诸佛菩萨应化伫世间，无论伊是教学，伊是从事工作的，日常生活点点滴滴。拢是咧教导咱呐，咱学佛爱伫这所在来去着眼，爱伫这所在去留意，用功认真的学习，才会成啊，才会成功啊。因此，饮食这项袂当勉强，勉强对身体绝对有伤害。也有一挂人唔知啊，这个道理爱民主啊，家己的梦想啊，学袂调，也要学啊，日中一时，学到第三天就袂用，你实在恁，咱看得真多啊。啊，最常看的就是饿死我，暗时一顿无食，其实啊，迄拢是假啊，唔是真呢。无人的时阵想快的食，这咱拢看假啊，拢看假，迄唔是真呢。这就是所讲的爱面子啊，这个用心呢。已经错了，已经有故事了，何况这拢是俗语欺骗的行为，也是错误的。佛并无限制讲你日中一时，佛无这个限制，大小乘经论内底拢无这个限制。尤其在中国大乘佛教，中国的禅宗无注重自我，禅宗内面每天啊除三顿以外，也有两个点心。为什么呢？就非常的有道理，特别是在末法的时期，咱的用功禅堂也好。念佛堂也好，讲堂也好，拢同款。你也爱会当保持色力增长，就是精神饱满啦。爱安怎呢？爱不饥不饱。你食伤饱，昏沉，会度孤，
枵的时阵，心肝会乱糟糟啊！哈哈，你无办法啦，你学袂成，所以讲食物件时阵，互你食较少的啊，食较侪顿的啊，这个方法正确啊，互你会保持正常的精神体力，好通来用功啊。这是讲，那禅堂、念佛堂、讲堂拢是安尼，所以也袂当讲来香港来食，饮食爱会晓调理，家己的精神才会当饱满，才有即个体力。这物件咧，一定爱知影，咱若是办到啊，为第一，饮食啦。是基础啊，毋是最主要的，也是好方法。所以啊，无注重这个代志。啊，李老师有一摆甲阮讲到这个，也是伫讲经的时阵讲到的。有一挂人有不倒单，看到人暗时无咧困。盘腿坐一个休困就好咯。这个人呢，一般人对伊也真尊敬，伊也去学，学了怎样呢？其实伊坐伫遐伫咧困啦。李老师就讲了，既然伫咧困啦，坐咧困哪有倒咧困较舒服呢？何必都爱互家己受罪呢？而且话拢是真的啊。佛教导咱是离苦得乐啊，毋是叫咱去受苦受罪啊！受苦受罪，咱无要创即个代志，咱学即要创啥物呢？一定是爱离苦得乐，了解伊个道理，了解伊个方法，了解伊个受用啊！伊即个果报啊，会受用，咱就会当啊调整家己个。生活起居，这真正会当达到健康长寿啊！实力增长需要啊，你无变化咧，这伫咱娑婆世界就真正困难咯。如果大小便啊不通啊，问题马上就出来咯。啊，你看，无论是中医西医。外国的这个医生，甲人看病，一定问你讲，小便有通无？如果若通，小便毋是大便呀、啊。若讲大小便无通，问题就严重咯。啊，所以咱的全身的经脉啊，这个通通无阻啊，这个人身体健康。饮食是属于生理，所以古人常讲，面对口入，腹中口出啦、啊。这两句话是真言呐、啊。咱佛门讲真言，确确实实是真言，是真理。啊，时时刻刻拢都爱去想着，拢会记哩，绝对啊，毋通疏忽。尤其是伫年轻、临行的时阵，往往有下家己口味的，真正是乌白乱食，种到了病菌啊，中年以后就发作了。到甲晚年呢，就靠通收咯。啊，咱只要细心观察，现在这社会，老大人的病真多啊！啊，你细心去观察，对倒来呢，多半拢是饮食啊，无精神而来。
啊，你搁甲看真正侪这善恰人啊，真正长寿。啊，伫中国农村内面，长寿的人真侪啊。咱伫这澳洲，这是庄卡的农村啦，偏僻所在，90岁啊，100岁人真侪啊，90外岁啊咧工作个，还佫无休困。伊为甚物健康长寿？伊无食好诶物件，就即款道理。所以啊，伊诶生活非常简单，愈简单诶饮食是愈健康诶饮食啦。我也捌讲过真侪摆，牛羊健康啊，只食只诶草啊。咱看到了后啊，就小想看卖，愈是简单的饮食，愈会健康啊。啊，所以素食绝对是有好处。素食唔通食一寡人工的，现在讲塑料，诶，对你唔好。啊，食愈少啊，愈好。哎，要食什么物件上健康？青菜、蔬菜、蔬菜啊，一定爱食这个季节内面啊所生长的，这是最健康的。中国古早时阵的人，伊知影这道理，《礼记》《月令》内面。讲到饮食起居，啊，《鲁迅春秋》内面讲到真详细。啊，中国人将一年分做12个月，24个节气，半个月是一个节气。倒一个节气食什么物件，拢甲你讲清楚了。而且食这个物件。这是5谷10粮、蔬菜、水果。距离阮住的所在30里内啊，中国的30里就是现在15公里。这个地区啊，一寡生长的物件，是活这个所在的人。中国较早伫饮食起居啊，是遮尔啊讲究。现在人都唔知影这道理啊。伊要食什么呢？食外国的啊，足远坐飞机飞来啊，根本都唔是饲这个所在的人，用遐尼侪冤枉钱，结果食出了真正侪毛病出来咯，就这个道理啊。饮食是一门大学问啊，尤其是你也知影，人这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宇宙，外面也是大宇宙，这个大宇宙跟小宇宙是同款的复杂，完全相等。因此，你若讲会当随顺大宇宙，也你一定健康长寿，百病不生啊！啊，你若违背大宇宙，也麻烦就来了。啊，在饮食内面，上该爱注意的，就是讲，寒天食冷的，热天食烧的。现在人知影这道理的无罪啊！你看寒天所生长的这食物啊，拢是凉性的。那白菜凉性的，啊菜头凉性的，寒天生长的，凡是热天生长的，拢是属于烈性的。所以
哇，天食良心啊！咱内面啊，外面相应，所以说啊，热天食烧的，外面啊真烧，我内面也烧，安尼生只会合乎健康，毋通讲违背自然。啊，寒天啊，要食烧的，啊，热天要食冰，哪会讲袂着边呢？哈哈。啊！你若是细心留意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啊，你才真正佩服古人的智慧啊！伊会晓你生活，伊知影应用，伊知影立身，知影即个健康长寿。现在人完全都毋捌啦。现在人迷信科学啊，实际讲是一点啊拢无科学。啊，找一款补品，嘿，补品敢会当食？啊，你无食无代志，一个食哦，病拢出来咯，补出来啊，本来你无病。搁看下面两句，身心缭乱，无所依着。这两句，这是功夫啊！特别是无所依着，这无所依着，就是咱一般在生活内面讲的不着相，不执着。无梦想，无分别，无执着。古代这也捌讲过，啥物时阵，你伫饮食内面，这饮食是五味啊，酸甜苦辣咸，这五味啊，啥物时阵，你伫饮食内面。这五味呀、啊，真正达到一味了，你就开悟咯，你就明心见性咯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为什么五味会变成一味呢？因为你无梦想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伊就是一味尔。为什么有五味呢？五味是你分别执着啊，变现出来。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五味变作一味咯，迄叫做甘露味啊。啊，所谓真正修行的人，在日常生活当中。点点滴滴，拢伫即个所在来锻炼。怎样将梦想分别执着淡化，然后渐渐到完全拢无咯，真正一味现前咯。伊修学的功夫就成熟咯，身心缭乱，发心菩萨啊，伊真正做会到啊！应顺众生随喜功德，无家己的意见。即、这个意就是意识啊，伊已经将即个意识转变做妙观察谛，将意根转变做明定性谛，
所以，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无一丝毫意思夹杂在其中。这个人就是发心菩萨，十法界内面声闻、缘觉、菩萨拢做未到，只是伊啊用得正，伊未讲有邪思，未讲有邪念，为甚物呢？伊会当随顺性德，伊无见性啊，超越十法界，证到一切法界，就是破一片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这个时阵，转八识成四谛啊，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是世间，或者是出世间，绝对无异事伫即内底。即点呢，咱是凡夫。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捌识做主，佫是爱觉悟爱互家己的意识随顺。智慧，怎样随顺呢？随顺经教、经论的教诲，你一定要有坚固的信心，绝对袂动摇。经典上逐字逐句，拢是如来。自性内面跑出来的智慧，你爱肯定这点。诸佛如来的自性，甲咱家己的自性无二无别，所以咱随顺经典教诲，都是随顺家己的性德。这个信念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哪讲咱见性咯？咱所讲的绝对甲诸佛如来是无两款的，所以是佛佛道同啊。哪会讲两款呢？发心菩萨因啊，就是讲言语无共款，说法无共款，意思拢共款。绝对是无过错啊！但是十法界内面的凡夫无见性，无见性，你也过是即个八识五在心所做主啊！即内底就先有不先啊！咱明白即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一定爱舍弃家己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爱随顺经论的教诲，就亲像善导大师常常讲的，佛在经上教咱做的，咱依教奉行，咱认真去做，毋准咱去做的啊，咱也绝对不违反，这都是佛的好学生啊。你安尼来学咧，你这一生绝对有成就。凡是修行未当成就，讲一较歹听，迄是阳奉阴违啊。古人讲得真好，真正的原因是伫倒位？真正的原因是信心生未起来，毋相信佛的教诲。所以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也是用家己的烦恼习气。我感觉要安怎安怎，即袂用了。
磨皮逼出啦。这些代志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也未讲有人来给你提醒，也未有人来教你啊。为什么呢？教你啊，你未当接受，你嫌伊人啰嗦，就结了冤仇咯。啥人愿意跟你结冤仇呢？个人的因果，个人去承担嘛。啊，自古以来啊，真正会当劝你啊，会当讲你啊。古早时阵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父母，一个是老师。现在拢无咯，现在父母也无要讲你啊，讲你啊，你会应出应知啊，啊，你不服啊。老师也未教你啊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你有个性，无人给你提醒，你看这个时阵要安怎呢？所以讲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靠家己读圣贤书。啊，除这个办法以外，无找无第二个人会帮助你啊。咱啊，生伫这个时代。叫做大不幸啊！科技文明是逐天在进步，伦理道德几乎完全是灭亡了。人，就像少年人读大学咯，读研究所，摕到博士学位，会做代志，袂通做人啊！你讲有啥办法呢？太困难了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教育也是像这款发展落去，咱啊只有一条路，赶紧往前走到世界。为什么？未当搁大咯。啊！你就是讲好心好意来对待帮助伊，伊啊，过些个咧拍真侪问号。你有啥物目的？你有啥物企图？你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？伫这种的情形下面，无够叫做世界要去倒位去呢？现在人处处执着啊！你看对细汉，这咱看到真正伤心啊！对幼稚园就该竞争啊！甲咱中国古代教育完全是无共款啊！中国古代教育啊，注意看这个《弟子规》就知影了。《弟子规》是教什么款人？三四岁的小朋友啊！即开始学习，对细汉教礼量啊，捌礼啊，知影让别人啊。现在教的是竞争啊，竞争啊，搁再升级就是斗争啊，啊，斗争搁再升级就战争啊。啊，必然是安尼啊，所以一个教育思想是一条死路啊。今仔日社会动乱，啊，讲恐怖分子遮多，对对来，你教出来啊？为什么古早时阵较早无，现在为什么遮多？你教呀？你家己唔知反省啊？升级，拼命升级啊？对竞争斗争，啊，搁再升级，就是战争，恐怖分子就是战争啊！所以是真正正常的教育啊！到家己，大家咧困拢困袂安稳啊！
时时刻刻无安全感，这是你嫁出来啊，唔是别项原因啊。所以你若要想讲要安怎来化解这个问题，真正将这个恐怖分子给消毒，对对消毒，对你家己内心来消毒，才真正会当解决问题。心肝内也阁有对立，也阁要竞争，永远都袂当消毒啊！为什么？这恐怖分子都是对你这竞争这念头生出来啊！啊，所以呐，讲想要世界和平，也想要讲社会安定，也想讲要。大家拢会当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，也是爱活倒转去行老路，跟着古圣先贤来学习。咱才有救啊！尾后这两句，书意化苦，时机复现。这两句呢是说明一个现象的生灭。当你有念头起来的时阵，这个现象就现前；当你这个念头无了，这个现象就消失了。时至复现，这句话真正有意思，因为失去绝对不是一摆两摆就断去了。可能在这个西方叫做世界，也是都要一段时期，这个时期才会完全断去。但是西方叫做世界，断时期肯定快速。就是那个所在严肃性。黄念祖老居士伫即段经文，伊注解真正多，引经据典，非常的难得。即个注解流通甲非常广泛，啊，即本咧真容易摕着，希望诸位较接看，你听我讲较接看。你就真容易体会到经内面真正的意思。搁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讲以自在，复有众宝妙衣，冠带璎珞，无量光明。一切妙色，色界故照，自然在心。西方世界无一项不清净，拢是自性本具功德的显现，所以是无量。庄严，无比的庄严。咱看到佛菩萨的慈像，你看伊穿的衫，你看伊的宝冠。身躯啊，拢带着璎珞，手骨顶面、手环，迄、那个装饰品真多啊！
为什么分唔准咱挂啊？这物件咧，伊都拢咧挂，为什么伊无要叫咱挂咧？注意爱知影，实际上啊，诸佛菩萨修行人也无挂，伊真正做了榜样，互咱看。什么人看到伊规身躯挂着这璎珞宝珠呢？天人啊！佛在天上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诸功不弃啊！在咱人间，伊绝对袂挂。你看，伫倒一个场合是倒一种个打扮，无共款啊。即、这个都、就是。平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《楞严经》顶面讲的“随心应量”啊，都、就是这个意思。在咱这个所在，为什么无挂呢？咱这个所在人有贪心吗？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所以佛拢总无爱这个。帮助咱去掉即个贪念、分别、执着，是这意思。到天上的天人啊，因有智慧，啊，因的福报真大。虽然有这个物件，子子连连，绝对无贪心。化作世界，极乐世界。但业往生的人，虽然有烦恼习气伫诶，但是啊，伊无缘，绝对啊，袂啊生起烦恼，所以伊诶事业是平等诶啊。永远记着，佛果定就是平等。啊，讲咱即个世间人，富贵都拢平等咯。每一个人拢有遮个即个珠宝，佛菩萨也挂着珠宝咯，平等嘛。那是讲无平等，不平等，佛就无爱，无爱就平等。伊要爱时阵呢，就不平等。现即新的原则啊，伫即个所在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，每一个人身上、容貌、色身、生活环境。头前甲注意讲过，无非是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加持啊！这个加持是缘呐、啊，真正原因是啥物？真正伊是立诸性本具无量诶智慧光明德能上好佛心力。将你家己自性本具的演示出来咯，是这款代志啊！你若讲自性内面无这物件，你忽略无办法。所以是啊，平等的，佛有一切众生拢有，就算是下下品往生的人，伊嘛具足，甲佛拢是共款。所以贪心嘛，袂当起来。只要清醒，烦恼啊就绝对啊袂生啊。在咱这个世间，迷失了自性，所以才会生起啊烦恼。咱若受烦恼的害。受真大，一个太苦了。
佛伫这所在，甲咱断烦恼。伫西方极乐世界，当然恢复诸生，所以这个目的完全无共款。断烦恼有断烦恼的做法，恢复诸生有恢复诸生的做法啦。诸生本具无量智慧德能上好，这是属于上好。但是这内底无量光明，光明内底也是智慧，也带着智慧。伫这段内面，咱要注意的，就是这个佛有众宝，伊是众宝，观是无啊，大璎珞拢是众宝所成。佛伫经上甲咱讲。西方世界的七宝是柔软的，无像咱这个世间，咱啊世间讲金银，伊是真正定，袂当做衫来穿。西方叫做世界金银是软的啊，柔软的，会当做布料，会当做衫来穿，而且伊真正宝。大概咱所看见这个。金宝，而且金宝啊，亲像咱塑造佛像大金的金宝，也金宝金宝啊，但是伊也真容易碎去。西方世界的金啊，比咱这个金宝也搁较薄，但是袂碎，伊非常坚固。啊，甲咱做出这个衫裤咧。无需要用针去填啊，无需要裁缝。西方叫做世界无裁缝店啊。你想要穿什么款衫，这个衫已经伫咧身躯里咯。那西方叫做世界，中国古人有所谓天衣无缝啊。天人的福报比咱大，天人穿的衫是化现的啊，也是变化所现的，无制作的啊。因为一切是众宝所成，这个众宝都是家己性德的流露。所以，我把讲过，极乐娑婆是一，毋是二，无人。为什么迄个世界众宝所成呢？咱即个所在拢是泥沙的石头啊！其实完全是共款。为色啊所变啊，咱家己也变做即款的啊。原来款式咧，甲极乐世界是共款的，绝对是无两款的。咱啊身体啊，原来款甲阿弥陀佛是共款啦，现在变成即款的，咱的生活环境原来款是甲极乐世界的依波中央是共款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款呢？为色所变啊！色是什么？色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！啊，那如果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彻底放下，知影这个物件不善，咱那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吃这个亏吃真大，过去唔知影。现在明白了，明白了后啊，我就得放下，我袂搁再创这代志了。啊，咱才真正知影讲，古人有两句话讲，
多事不如少事，好事不如无事。啊，真正体会到这两句的意思啊！啊，多事是什么？作业吧。啊，你将你家己如来故地上的已经庄严，变作现在的这款啦，也阁无讲话。也阁无后悔啊，也阁未回头啊！未当讲我，未当回头的人，是对有事实真相了解甲无够透彻啦。啊，年纪老技师以前就讲，一个状况下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加读书啊。这个读书就是经书。啊，只有这个办法，你继续啊，永远的不间断的去读，你会讲我啊。呀，下路要讲过，但是这个话，我也是无看到有人去试验。伊讲真正修行，一部经，一句好好，其他的拢总放下咯。一心专注，三年无讲话，闭关伫这所在，三年无讲话啊！一定开悟啊！伊啊，这是教念佛的人啊！啊，咱知影咯，爱死心专注三年，袂起一个妄念，真正是会开悟，伊会得定，定起用啊，就是开悟。你甲看咱同学，倒一个人发心去试验一下。最重要的是信心坚固，愿心坚固，放下万缘，一心专注啊！伊啊，另外有一句话也讲啊真好，伊讲滚来的人一年就成功，较慢的三年，搁较慢的九年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九年是肯定会成功的，也差不多咯。九年无讲话是，是有相当的功夫咯。九年无讲话，这个心完全定落来咯，得念佛三昧咯。古来的这个祖师大德啊，未欺骗人啊，伊所讲的话拢是。真正的拢是经验之谈，咱啊，这个杂心含威啊，将功夫拢破坏了。所以咱这个用，逐天读经念佛，逐天杂心含威，家己啊所修的功夫无多啊，结果啊全部拢破坏了。所以学了。十几年、几十年，也是同款的，拢唔知影原因伫倒位啊。祖师大帝将这原因甲人讲，就是讲你一面修一面咧破坏，
所以你袂当成就，你若会享受无破坏成功啊，这个无困难。啊，近的也是一年，慢的也是三年，上慢的是九年啊。经文并且描写世界故作，并且描写是随心所欲啊。自怜在心，这黄念露引用《观经》里面的两句话：琉璃色中出金色光，玻璃色中出红色光。佛经内面讲玻璃，唔是咱现在玻璃啊，因为佛陀的迄个时代也无玻璃啊。啊，玻璃是啥物呢？咱现在讲这个水晶啊，啊，玻璃就是咱现在讲的水晶啊，七宝之一啦、啊。甲咱现在这个玻璃是无同款，这个就说明西方世界色相衣着装饰种种庄严光色重重。无量无尽，自怜在心，说明伊毋是自作，是应念而成的。咱啊，现在这世间人常讲的心想事成，伊确确实实是心想，伊就会成就。因此，一个世界上的人无贪心，伊唔免贪吗？想要什么物件都现前，要有心通好贪的咧，嘛无轻忽，嘛无嫉妒，因为大家拢同款，你也无比我较好，我也无比你较差，嫉妒心就无咯。迄个世界是平等法界。何况逐天咧念佛啦，所以恁俩同学当中，我知影有真多对中国大陆来，对台湾来，对美国、加拿大来，也有对附近的印尼、对马来西亚来，要来看我。我无甚物通好看，恁为甚物无想要去极乐世界去看阿弥陀佛呢？这个较要紧啦，咱要有这个愿心，有这个念头，咱要去极乐世界去看阿弥陀佛。啊，咱去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咱甲阿弥陀佛过同款的生活，大刚见佛，见无量无边佛，唔是见一尊佛啦。迄个无量无边佛啦，我大刚安怎见咧？化身去见啊！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家己就有分身术啦。佛有无量无边，我的心变出无量无边心啦。每一个佛，一直拢有我的心，我伫遐伫咧拜佛啦，供养佛啦，听佛咧讲经说法啦。听完了后，所有迄个心个倒转来变作一个心。啊，你该看你每一天修偌济福报，供佛是修福啊。听经开智慧，
啊，所以伫西方极乐世界一工，啊，咱即个世界一劫拢未当改变。啊，你才知影讲西方世界为什么未退转？你就明白咯。每一工会当见无量无边的佛，弥陀经上讲的，用十万亿佛。迄是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说，为什么无要讲多，无要讲少，今仔讲十万亿，是因为咱即个娑婆世界，距离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的佛国土，这个意思就甲伊讲，你啊去到极乐世界啊，每工拢会当阁转转来即个家来看卖，就这个意思。其实神通广大，毋那是安尼生尔，即个来捌啦。释迦牟尼佛知影讲，咱即个世间人啊，真急真重，总想要倒来厝诶来看卖，会用哩，逐工拢会当倒去，啊，时时刻刻拢会当倒去啊。毋那你诶。故乡父老，现在你也知影甲真清楚，过去生中呢，以及未来啊，你拢总拢会去看到。甲家求缘呢，你一定会去帮助伊，会去度伊啊，伊也会真正乐意来接受听你的教诲。这叫有缘的人，所以这个结化缘就非常的重要，广结化缘。搁看下面的这段，所古下帖，清其形色，薄暮弥覆。言住不灵，其妙定义周遍告示。咱先看一段，这是讲古早的环境，想到咱眼前。地球无大，人口愈来愈侪，居住的空间愈来愈细咯。尤其是大都市，人口密集，居住环境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香港我也是去真侪摆，真熟。香港人居住确实是啊，非常困难呐。普通一家人。现在拢是小家庭啊，翁某两个，有一个囡仔，大个环境有偌大呢？真侪香港人甲我讲，大概是250尺英尺啊，250平方英尺。真正呢？因居住的公寓啊，拢是30层以上，一家一家，就像蜜蜂的蜂巢共款。我实在是想袂通啊，为甚物住迄个所在？这个理由是为了生活，我不以为然。
你若是讲要去迄个乡村内底去，你保险是枵未死啊，无听讲遐有枵死人诶，何必去甲人竞争呢？一个世间人口虽然多，确实也有真多偏僻，一般人无想要去的所在。澳洲就是一个例啊。澳洲人口少，土地面积真大，土地真正是毋值钱啊！我是2年前去的。现在房地产起一倍，2年起一倍，但是较偏僻一点的所在，也是真正便宜。所以，这个居住环境影响着咱的身心，影响情绪，影响健康。新加坡这所在居住也真困难，土地面积太小了，对空中发电了。我伫澳洲，我伫新加坡就是住公寓啊，土地无啊。我伫澳洲，我住伫庄卡，咱即个金钟学院啊。是伫即个城市内面，我住伫庄卡，距离即个城市12公里，小镇。我迄小镇只有3000个人，每一户的人啊，这是政府规定的土地面积12个 acre，啊，下咱即个所在算，即算兵荒英丘。40万啊，每一个埕呢有40万平方英尺，你去想看卖，即个偌大？每一个单位，大家拢是安尼啊。真便宜啊！我去迄所在去，我买了3个单位就起一间厝。所以，我这个埕比别人较大。啊，总共是28 acre，所以人住伫遐真正舒畅啊！我住的这所是山顶，海拔700米，常常会当看到真水的景观。云彩落伫地上，铺伫地上，你看这树木拢伫这云彩顶面，树也伫云彩顶面，你会常常看到这个景观。确实啊，事情换伊啊，树木多啊，咱现在也阁大量在种水果树，种果子树。所以，亲像这所在，新加坡的人、香港的人去，真正享福啊！为什么你的细间厝买去了后，来去遐买2、3间啊？银行要存这个钱啊，提利息来过这个生活，什么代志拢免做，你讲偌舒服？真正是去享福啦！即个都是爱有智慧、爱聪明，真正嘅人嘅生活，也搁再提升，也就嘅佛菩萨嘅生活。这是讲即个居住环境啊，西方居住环境嘅就舒适咯，伊住嘅即个厝咧会当。伫地面也会当伫空中啊，随心所欲啊。
星期形式。形是讲居住房舍的大小，色是讲颜色。这个青呢，也会使讲房舍甲伊颜色会当调配甲非常的柔和，这是青。第二个意思是称家己的心意，真正讲的是称心如意啊。这色彩变化也是啊，随家己的意思。想要什么款形状，这个厝就变作什么款形状。也想什么款的光彩，伊就放什么款的光彩。这个厝拢会放光啊，这是众宝所成啊。而且讲这个厝会当伫空中来飞啊，所以到其他世界，都伊要去旅行，毋免坐飞机啊。你厝会飞啊，而且这个速度真紧，咱现在飞机都无办法甲伊比啊。所以伊的厝是会飞啊。今仔日伫咱即个世间，富贵的人，大家拢有车，这真正普遍。大家有飞机，而且真困难啊。到今日世界是大家人拢有啊，毋是大家有啊，是大家人拢有。你讲即偌自在。不梦弥勒，梦是如梦，是一种装饰品。伫古早时阵，宫殿内面常常用即个如梦。现在伫日本的寺庙内面，咱也是可以看到。称为罗网，用即个东西来做，伊的即个用意是保护建筑物。即、这个古早时阵，宫殿的建筑是艺术，雕梁画栋啊，伊这是彩绘的雕梁画栋。是一种古代的艺术品，会当提供予你欣赏。外面用即个铜网啊，铜丝做的网啊，甲伊啊包起来。主要啊是惊即个鸟啊去迄内底去做秀，防止鸟雀去做秀啊，也防止无小心会甲伊破坏。这是伊的作用，伊也非常的美观呐、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宝梦就太多太多。大厝，夏天内面你看会到，啊，咱伫经常看到，树木啊也看会到，树木嘛是有罗网啊。所以伊呀，啊，所以也变作一种装饰品，啊，就亲像咱人穿的即个服饰共款，咱穿衫的时阵，爱有挂真侪装饰品。玄珠宝铃。即、这个伫东西方，一般人拢是非常介意，尤其中国人真爱这风铃。
现在外国人，我看有真侪外国的厝内底也挂着中国的风铃，放一个册的时阵，自然的音乐。奇妙庭院，周边教室啊，这是形容主体的曲折。定期美妙，珍贵稀有，这拢是赞叹梦啊！灵动中珠宝的属性，周边。便是普遍啦，到处拢会看到。教室就是上高的啊，教好的庄严。佛经伫这所在讲的庄严，就是咱现在人所讲的装饰。放下宫殿的装饰，无论是外观或者是内部的装饰，自然的美妙无与伦比呀、啊！遮个嘛，毋是人工设计，也毋是人工去建筑。啊，拢是随家己的心量变现出来。这个所在有一句话，咱来会记哩：性德的流露。为什么呢？性德，伊有德有灵。啊，咱的自性有德有灵，德是德书。伊啊，一点啊都袂乱，而且变现出来就是最完美的。即、这个话要安怎咱才会当体会呢？啊，咱举一个真简单的例，咱人的身体。爸母生落来，就是啊，非常的圆满啊，非常的完美啊，一点啊缺陷都拢无。绝对毋是讲爸母逐工咧想，要安怎做伊就无啊，无爸母无即念头，这都是性德。所以伫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受用，完全是性德。自然的变现流露，一丝毫缺陷都拢无。咱今仔日来到这个世间来，每一个人身体无共款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确实是性德流露，但是这性德已经被扭曲了。什么物件扭曲呢？这个性德内面夹杂着妄想，西方世界唯心所现呐、啊，无唯识所变呐、啊。啊，咱这个所在夹杂着唯识所变呐、啊，就将所现的给伊啊扭曲了。毋是实存实美。我含真多啊！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唯心所现，无唯识所变。伊的色已经转色成智，转八色成四智了。所以决定无唯识所变，丝毫无扭曲。最完美的、最善的、
真正是古人讲，只有至仙啊。李靖波至仙，李义波也是至仙。绝对无丝毫缺陷，这是西方世界啊！在西方世界内面，一切诸佛刹土只有十部庄严土，甲西方极乐世界是共款的。但是，同居土甲方便土，迄就甲咱这个世界共款。各项就真多咯，可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部庄严土完全同款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！这是经上所讲的难信之法了。咱修净土，也咱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最殊胜就是这点。佮看下面这两句，讲些风摇啊，真激严厉。空是光明，色是色相，风是光辉，摇是照的意思。光中有色，色中有光啊，互相映射，所以讲光色风摇啊，严是庄严。你是美好啊，庄严啊，美好无比啊。搁看下文，乐观难寻，动物放过，讲遐方圆，迄大迄小，迄在虚空，迄在平地。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想着咱伫这世间生活，袂当讲无艰难困苦。古早人讲得真好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难得有称心如意的时阵，这是说明人生在世苦多乐少啊，苦多乐少。啊！你就爱知影，你也会当讲有一点仔乐，迄叫做苦中作乐啊！伊毋是真乐，啊！你的时间真短啊！你啊，付出的代价太大咯，不成比例啊！然后我倒转来看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，逐项圆满，而且是随手可得，毋是袂当得到的。大家人拢有份，为什么是大家人拢有份？西方极乐世界是咱的自性变现出来，所以讲是唯心净土。
诸生迷途啊！既然是我心性变现出来的这个世界啊，变现出来的阿弥陀佛，我哪会讲无分呢？祖祖连连都有分啊，所以你这个你一定要相信。啊，就好比现在商场共款，西方叫做世界，我有股份啦，大家拢有股份啦。既然有股份啦，就是股东啊，哪有讲袂当去的道理呢？问题就是讲，你是毋是愿意去啊？有想要去无？啊，你若是真正去遐，每一切拢是现成的，所以。经常讲的这些话，拢是讲咱家己的居住生活环境。这个话唔是空话，世间啊，你啊享受的荣华富贵，实在跟你讲，这是假啊，唔是真呢？为什么呢？荣华富贵，你会当啊保持偌久呢？啊，咱冷静来观察，读书书看古人，你看现在这个生活上大富大贵的，伊会当保持偌久呢？有真侪人，中年发达。晚年衰败咯，有人也阁讲袂歹啊，会当享受着一生，下一代无咯，太侪太侪咯。所以中国古德上讲，富贵啊保袂掉三代啊，三代较早，现在啊自身都拢保袂掉啊，咱看太侪太侪咯。尤其是一个做官、做大官，到晚年的时阵，家己的生活真正可怜啦。当官在位的时阵，这是啊，我过去看到呀，厝内请的人十几个人，一呼百应啊。到老的时阵，衰败时阵，家己也掼一个菜篮去菜市啊买菜。伫我咧想，伊较早做梦也无想到啊，伊会落到这个地步啊！太侪太侪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过去生中修这个福报真正有限啊，家己享福的时阵，唔知修福。向好做业嘛，将家己的福报节损咯，所以真紧就过去咯。晚年咧，伫咱佛法来讲，花报啊，晚年无好啊，你就知影讲，伊来生就无好。你对于这地当看你的来生。啊，咱学佛的人就无共款咯。学佛的人知影三世因果啊。咱伫这一生当中，努力修清净心、修善心，所以这两年咱特别提出顺境顺善。过去真侪年，咱提出来啊是真诚。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现在咱更加向上提升，爱将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提升到顺境顺现。咱啊，处西方叫做世界有把握咯。经常讲的是我的啊故乡啊，
啊，讲的是咱家己的厝啊，咱家己的生活状况。啊，所以现在咱唔免甲这人争啊，甲这人争，咱厝就袂当去咯，就袂当转去，卖甲伊争，拢做放下。你要挃的拢挃去，我拢无爱。阮家是伫叫世界，甲伊烧钱要创啥物咧？我伫大自在。现在这个日子过甲真爽快，过甲真自在，所以一切随缘不攀缘。乐观难寻，这是咱啊真正容易了解啊。动物放过，这个。懂，是电动，也是大众聚会的场所，亲像咱现在这个讲堂，这个属于动物房，故。是家己私人居住的房舍，这毋是对外私人居住的，故是老旧，公厦方圆，或大或小，完全是住宅。拢是随家己念成就的。我想厝要偌大就偌大，想要较细就会较细啊。啊，伫咱眼前，啊，即、这个生活环境当中，咱嘛知影讲，大个厝。这是世间人讲风水，什么叫做风水呢？环境影响着咱的生活情绪。什么叫做风水好？你住伫这所在真正欢喜，真舒服，感觉大项拢真好，对你来讲这是风水就好。然后住伫这所在，感觉真正奇怪，感觉真无爽快。就对你无好，毋免去看迄个风水先生，咱家己啊就真容易感受会到啊。但是中国人所讲的，这是真有道理。有几千个经验在当中，厝啊一定要四正。啊，你起厝啊嘛好，你买厝选择都爱怎样，或者是啊。正方形，或者是长方形，这个厝徛起来真爽快，毋免创啊奇奇怪怪，迄、那个角真多，确实啊是无好，角伤多咯。你住伫即间厝内底，胡白乱想啊！我伫即、这个玻璃书本啊，我去的时阵。伫即个净宗学会，伫山骹有一个净宗学会，也是咱的。隔壁有一间厝，伊咧要卖，我就去甲看。我一个看咧，即、这个厝内底的房间，无一间房间啊是正方形的啊，伊拢是啊五角形的啊，六角形的啊。我看了后，我就问即个主人。我讲恁兜也有倒一款人，伊讲因夫妻两个生查某囝。我讲恁遐个查某囝一工到毋是毋是湖北人？伊讲是啊，伊讲恁哪会知？我就甲伊讲啊，即款个房间啊，人住伫内面满100天就湖北乱想。啊，所以啊，伊要卖我无爱。即、这个厝啊，因为盖起来真麻烦。盖起来亲像要顶再起一间共款，真麻烦啊！就我无要挃，确实是安尼啊。
所以咱看到外国的厝，拢是尖尖角角。为什么？伊住袂久，伊住几年就会搬厝咯，就差一个牌仔要卖咯。有道理呀、啊，伊毋捌即个啊。所以咱中国人讲老家老体，这厝起落来拢是几百年，传偌济代啊，这真有道理啊。特别是伫中国北方四合院。非常有道理，所以啊，这是袂当毋捌。另外，这房间都爱细，你看慈禧太后房间真大，慈禧太后房间也无真大，住气啊，房间啊，伤大，你的精神气完全拢散掉，袂当自制啊，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问题啊，所以房间爱细啊。你的这个厅堂啊，会使较大，不书房会使较大，这个房间唔通伤大。好，咱今仔日就讲到这。